阿姨，周大骗，又来骗钱来了。误会了，那转钱必须加点，一共十五万。好啊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你这中风都躺二年了，咋起来了呢？这钱咋回事啊？通了。别喝了，一天痘比脸都干呢，这日没过了，赶紧离婚。阿姨啊，老贺都在家吗？老伴儿啊，酒够不？你不是看着我不是恶心就是吐吗？今天先不来，老宝贝儿。这点事儿你都整不明白吗？你呀，等我干啥？不想干滚蛋！有能耐你自己开个快递站呢。王亮亮，这个呢是周总当年欠你的钱，总共连本带利15万。赵不远，你这快递站我收了。这次来我特意补偿你，你说这话现在还有人信？帮帮他吧。哥，你需要我做啥你说。